你让我闲着马上回去啊，我回去干嘛？妈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是董事长，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呢，我走不开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行了啊。俺妈歇着叫我马上回去，还得领着老公回去，这下难办了。之前俺妈夫人逼我去相亲，我为了应付她，就骗她说我谈了一个，过几天就领证。这谎话说多了都没法约了。歇着俺妈去医院，俩已经领证了，就是没办婚礼，让我赶紧回去办办。哎呀，我上哪去给她找个老公去啊？那么办嘛？你说。你好。你是董哲？啊，对，是啊。你这穿的也有点儿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没有钱买好看的衣裳。那行吧，我跟你大体说一下啊。啊。你就假扮我老公。不是假扮男友吗？哎，你就假扮我老公，以后说这俩已经领证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了。我说的话一定得记着哈。行，记得了。那行吧，你跟我上车，我领你去换身儿干净点的衣裳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闺女啊，快回来了，那娃我伤死你了。哎呀，妈，你说你呢？我这不是忙吗？闺女，忙也不能不来家看妈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都两年不回来陪我过个年了。那你放心，我今年一定回来陪你过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董哲，就是领证了的那个。啊。阿姨你好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叫什么阿姨？证都和俺闺女领了，叫妈。啊，对对对，妈。哎。闺女，你咋那么把女婿看的了？怎么看的这么多啊？哎呀妈嘞，他却不瘦嘞，他就是不显胖。那行，走，那这边坐吧。嗯，好。闺女，你说你都来家了，你这个什么工作牌，你这还带着干什么？我都忘了。哎，慢点慢点，怎么你吹我吹得那么紧？妈，你直接这家来心情都挺好的吧？挺好的，你看看妈的心情棒着呢。那就好。大明啊，你说不是妈说你，你这个董事长当的也不知道好好保养一下自己。你看看妈们这个眼角都有这个细纹了。妈，我这不抽的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丑事嘛，在外面啊，挨事吃饭，挨事睡觉，钱没有多的时候够花就行了。不过没事啊，常回家来看看我哈。好。那个妈，我出去接个电话啊。好，行。啊。闺女，那么你跟妈说说，我这个女婿，这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哦，他跟我一块儿干。哎呦，是我得力助手，把我那些老逼打带着了。好好好好，啊，咱俩坐在一起儿啊。嗯。哎，行，一起儿好，一起儿互相都有个照顾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生活着看还不错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
姑娘，冬至这是干什么去了？这哪么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啊？我也不知道他，有不我去看看他吧。往外去吧。好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就别说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在医院里待着行了，你哪都别去啊。我过几天我就回去了，我这不是在外面筹钱吗？啊呢？我哪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你这样啊，我现在这还有2000块钱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。你就放心吧，天大的事儿我给你担着呢。啊，对呢。啊，你哪也别去，听我的，我在外面筹钱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啊，拜拜。你跟我来一下，我一会儿跟你说。你刚才在门口这么长时间，今天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我就接个电话。我刚才全听见了。啊？你妈住院了，挺严重的吗？那行吧，既然你都听见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，确实住院了，挺严重的。所以你现在才干这个？对呢，这个时间充足，我可以照顾我妈，然后挣钱又快。姐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大孝子呢。你说俺妈她照顾我一辈子了，现在生病住院了，我这个当儿的，我能不管吗？再说我不管谁管？我肯定得尽这份孝啊。你说的也是。不瞒你说，俺妈没生病的时候啊，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当经理。这后来啊，真是挪不开时间，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以前你混的还挺好的，看样这两年把你摧残的不轻。也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这么样吧，我再给你加5000块钱。啊？你一直干这个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俺公司还有一个职位空缺，你就上俺公司吧。这不好吧？是吧？我。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。好了吧，你回去陪陪俺妈吧，等你半天了。好了，哥去吧。这个小伙儿背开莫不经营。没想到还是个大孝子呢，这么一打扮看起来挺潇洒的，我就把他留在公司，说不定以后。